杨臣刚，歌手，曾凭借歌曲《老鼠爱大米》创下彩铃月下载量600万次的世界吉尼斯纪录。他和乌兰图雅有着相同的音乐态度，而结为好友。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。我记得有一个人，永远留在我心中，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如果真的有一天，爱情理想会实现，我会加倍努力，好好对你，永远不改变。不管路有多么远，一定会让它实现。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，我们所有朋友们说，我们先上好吗？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我想你，想着你，不管有多大苦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。